鸡老弟，我准备让我的产品走向世界，你的第一次就献给老哥吧。都好说呀、啊，耿哥照顾我第一次当导演，好说好说。我准备做一个仗剑走天涯的刀客，实现我一个更帅气的江湖梦。不知道预算是？我准备解囊拿出1000块，作为你们转行导演的第一桶金。不是1000块钱能干啥呀？没问题，开业大酬宾，第一次营业没问题。他怎么刀不亮啊？我看看，怎么回事啊？一点没光。亮了亮了，太牛了，可以开拍了，开拍了，走。喂，上次您跟我说的那个控油的是什么果什么壳？哦哦哦，好。还不停吗？天猫搜索果壳控油，你的不尬之选。老弟啊，上期拍的我很满意啊，反响也不错，所以这次我准备拍这个。可以啊，费用呢？1001块。没少给呀、啊。没问题，我们拍。那就好。哎，我的工作人员呢？预算不够，你来摄影，其余的我来扛下所有。哎，行吧行吧，开拍吧开拍吧。看，怎么只有脸有光，其他地方都黑的？副导演，我们经费不够，我只有一盏灯。有了！太好了，可以开拍了。搜索果壳控油，你的不尬之选。老弟，我又来了，前两次的产品销量还不错，所以这次我准备自己出道。预算方面，我准备给您加到1024块。我看你这个飘逸的长发，粗犷的五官，还有个健壮的身材，确实是那种可以出圈的人，要不给他来个猛男13式什么的。怎么说话呢？就是俊逸的长发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，要我说呀，就走偶像路线拍 MV， 我们送五霸。可以可以。他，副导演，这轨道怎么回事啊？润滑油呢？哎呀，你就对付整吧，没有经费我拿啥买呀？那咋整啊？我有办法。
拍吧。天猫搜索果壳控油，你的不尬之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手工梗。天猫搜索果壳控油，查看超级点赞攻略，快来给我的视频点149个赞吧。你看这个太逗了，要不咱们再来一条。